来到了机场，今天要搭的是阿联酋，坐 A380。我们现在要去 check in 了 ，online check in。我们没有 online check in， 我们要往前面，前面，前面。没有，我们要往前。阿联酋。之前阿联酋都是用华航的柜台 check in， 然后现在就是有自己的柜台。你现在拍阿联酋美女吗？那什么？不用吧，他应该会帮我们用。你要拿回家做经验吗？随身的行李不能超过七公斤哎、欸，我超了七公斤。哦，你的刚好七公斤，好。他一直在跟我 argue 讲说，为什么他背这么大的包包，可是呢，我只背这么小的包包。去 check in 了，我真的感觉很重。却还是华航的空姐在 check。 看我们了没？够。